嗱，喂，大家听，散弹枪就系咁用嘅，就是、一开波嘅时候，大家虽然好紧张，大家得一条命，但我哋唔使理嘅。通常啲人就系 cam 匿埋，但系我哋嘅开波方法，我哋唔会理，我哋冲，我一嘢就用尽我所有最高速度冲去对面嘅 spawn 嗰度。嗱，因为冇人啦，冇问题。嗱，嚟，你见到佢哋一定 cam 在后边，通常成班一齐 cam 住，好安全啊。但系咧，我一抽后，一个后边，一个啊，你见到入边起码两三个喺度嘅，两三个喺度，准备咩啊？砰！一开波半分钟后打少四个，赢咗咯。欢迎大家收睇《Call of Duty Advanced Warfare》，咁今日系第23集。Episode 23，咁就系一个 team deathmatch 啦。咁再重申多次啊，有好多嗰啲咩再用 AK12 取消，顶住讲几多次啊？今次就呢个 video 系 for 你嘅。我今次用呢个 shotty，I'm using the shotty， 我用 shotgun 系呢个散弹枪，系一个六发嘅一个散弹枪啦。咁就如果近超近嘅话咧，一下死噶啦，但系远咧就要揿多几下啦。咁就好麻烦嘅，又冇得装滅聲器，大家知道散弹滅聲器就真係即係啲子身低嗰啲先会用嘅，係咪？因为射得唔够远，本身已经唔够远㗎啦。係啦，就係咁啦，都係 team deathmatch 嘅，唔好意思囉。係啦，就係咁啦，咁就 OK， 幾勁嘅呢个 gameplay。係啦，咁今日想讲咩呢？即刻入整体啦。咁今日想讲咩呢？就係讲即係最近呢，就唔係最近啦，而家都仲睇緊，睇到本书呢，佢又讲咗好多。嗱，我唔知佢本书係好厚㗎，我未睇晒啊。佢呢本书咧就讲咗好多人类系咪好无聊啊？其实睇啲书，我唔知啊。嗱，呢本书讲咩啊？就系讲一啲人类到而家今日啊，都好难，唔系好难啊，系解释唔到嘅嘢。大家有冇啲头绪？大家可能知道嘅。嗱，我都系相信嘅，呢个世界一定有好多高人，你哋其中一个啊。我唔知啊，真系唔知，唔敢乱讲，因为其实真系冇啲正式答案嘅，即系唔系话你嗰啲咩数学方程式一加一一定等于二。其实系咪一定等于二咧？嗱，嗰啲都系肯定啦，因为考试一定啱啊啱，一定要俾分你一答案。但系呢啲嗱都有 explanation 嘅，有啲解释嘅。但系系咪一定系咁嘅样咧？真系都冇人知。嗱，我举几样啦。第一样嘢好怪嘅，大家都可能有发，不过唔察觉嘅啫。嗱，大家有时系咪介选只手嘅？一定有机会啦。大家读过书噶嘛？系咪？一定读书嘅时候揭啲页或者睇漫画，我唔理你啦。咁你揭书嘅时候？即系实体书啊，唔系嗰啲 iBook 啊，唔好玩嘢啊！你揭书嘅时候，你嗱揭咗唔小心嗰本书嘅角落头界损咗你啦，咁你唔知道嘅。但系咧，你望落只手度，咦？呢啲红色嘅，跟住你一见到个伤口咧，你先觉得痛。点解会咁样样咧？有冇得解释？好恐怖啊！其实，即系如果你界损咗咧，你唔知咧，你真系唔察觉唔痛嘅完全。但系你一望到见到，咦？有条痕喺度流血喎，咁跟住你先觉得痛啊！好恐怖啊！成件事系人嘅构造系咁样定系点样啊？系即系其实我想讲咧，我呢个 video 嘅 title 系咩好咧？系个脑系真系玩死我哋噶，可以黐线嘅。其实系全部 everything is but the head， 全部嘢喺晒个脑度咯。即系你个脑系控制晒你。虽然大家都知啊，但系真系好恐怖，你唔觉得嘅咩？即系如果你冇咗个脑咧，你全身系废嘅。黐线喎！第二样嘢系啦，有一样嘢就叫做。点解我次次拍片都有？喂，废嘅，唔使理佢，又系 WhatsApp， 啲次次拍片都系 WhatsApp 乱入嘅，即系咪知啊？系咯，第二样嘢咧就有一样嘢叫做 placebo 啊，即系 placebo effect 啊，即系一种系医学上嘅 term 嚟噶，系医生咧，其实咧你系我唔知啊，咁上下睇到我明咁多就讲咁多下，可能错噶吓，嗰啲医生睇读医嗰啲睇呢条片啊，千祈唔好串我。你最多删咗佢，但系唔好转我，我喊嘅会。啊，个 placebo effect 系咩嚟嘅？就系一种药咧，就你食咗之后，其实呢种药咧完全系入边系冇嘢嘅，系或者可能有啲糖咁样啦，葡萄糖咁啊，即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即系唔会系特别，唔系特别一种药嚟医一种病咁样嘅。咁佢就你食咗之后咧，佢会话俾你听，个医生会话俾你听，嗱呢一粒药咧就系会医到你呢一样乜嘢嘅病嘅。咁跟住其实咧，你食咗落去冇 effect 嘅，即系冇效果啊，根本普通乜都冇嘅入面，可能得啲糖咁样。但系咧，佢系因为你个脑知道佢同你医生同你讲咗，你信医生，你信佢噶嘛？佢话总之你食咗呢药咧，你呢条病就会好翻噶。但其实乜嘢都冇，系即系你食嗰啲胶落肚嘅啫，或者少少糖咁样废嘅，总之即系完全唔系一种特别嘅药去设计去帮你。
呢把嘢系废噶，我听你而家你睇紧呢度嘛。总之系全部系你个脑嘅问题啦。你谂，你觉得佢会医翻好你，佢就会医翻好你。其实唔该，其实所以你唔食嘅话咧，你就算如果个脑咧真系信咧会好翻咧，都可能有机会好翻。好恐怖啊，系嘛？个大脑真系我以后戴头盔出街，但唔系戴帽啊，尤其是绿色嗰啲啊，唔好啊，大家对身体唔好啊嗰啲。系啦，仲有一样嘢就想讲就系、是。大家你唔好同我讲未饮过汽水或者未揸过一只杯啦吓，即系你揸住个罐啦，或者揸住杯，任何都好啦。嗱，嗰只杯嘅温度系唔重要嘅，即系当你单手啊，唔系双手，双手另计啦。单手揸起只杯嘅时候，你饮嘢系咪好舒服啊？嗱，你饮唔舒服，好味啊！嗱，当你揸住罐可乐，呢、這个普通红色嗰只可乐啦，罐装啊，咁就嗱，你开咗佢啦。嗰啲聲係咪？嗰啲氣啊！咁飲啦，好舒服啊！飲完一啖啦，咁就你仲拎起個罐噶嘛？飲完通常你唔會即刻放低嘅。咁你留意一下你隻手，你留意一下隻手咧，你點樣你個手勢點樣拎起隻個罐嘅？你留意一下，留意一下飲完嘅時候，你唔好特登，你唔好特登諗嘅話，你可能會留意，即係特登會唔做呢個動作。但係如果你唔懷疑嘅時候咧，你通常咧，你咧隻手係會嗱手指公對住自己嘅。面对住手指公嘅指甲嗰个位置对住自己啦，跟住后面三只手指箍住个罐啦，个手势就系咁啦。咁跟住咧，但系咧好恐怖嘅，你嘅手指尾咧系会翘起咗嘅。有冇人系咁样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咯。点解你胆解释到点解会咁样？点解要只手指尾？你唔好同我讲平衡啊！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只手指尾贴埋落去咧，你系会揸得更紧咯、啊，嗰个罐。大家唔知啊，可能我而家入边呢度咧，我系匿埋紧嘅，因为对面开咗部飞机啦，个 Warbird 啦，佢咧我一出嚟咧，佢就会显示我个位置，跟住系咁放啲炸弹落嚟啊，见到嗱爆玻璃啊，黐线爆玻璃，所以我一定要匿埋冇计。我唔系 cam 啊，我唔 cam 噶，其实夹部 cam。好，我哋讲翻点解突手指尾出嚟啊？大家留意一下，唔一定系可乐罐嘅，你下次揸只杯，总之单手揸只杯嘅时候。你嗰上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同埋你嘅 ring finger， 即系咩啊？无名指系啦，都会揸住个罐啦，即系会接触个罐嘅有 contact 嘅，但系手指尾就会翘起噶。你点解释先？你有冇任何 explanation 系讲到点解会咁嘅样？大家我相信好多高人嘅一定解入到。做咗最后一样想分享咧，就系咩咧？系啦，哎呀，死啦！唔记得咗啊！系啦，佢话做咗个统计啦。呢样其实唔系好特别，不过照讲啦。咁就大家一定有一只手写字噶吓，你唔识你都识画画，唔识写字都识画画系咪？咁你系用左手定右手？点解呢个世界上啊啲人啊右手写字嘅人系多过左手啊？点解啊？我真系唔知道、啊。唔系用啲人嗱，好多人有啲人话咧，用左手写字嗰啲人系聪明啲嘅。你唔好同我嚟呢套啦。因为少人啊嘛，少人用你咪觉得聪明，因为聪明人系少部分人啊嘛。但系点解系用左手嘅人系会少过右手先？有冇高手解答？我呢个其实系呢个问题嘅 video， 冇嘢讲。点解先？嗱，我自己系用右手写嘅，系咪即系我唔够聪明啊？我唔知道。总之个结论就系、是、个脑真系好恐怖，即系经过咁多年嘅呢个千年嘅历几千年历史，都系未研究好个脑咯。就是咁啦，多谢大家收睇 JC， 拜拜。